王爷，那他要离开三法寺呢？不会的。景大人说，只要王爷没赶我走，我就还有机会。他让我学会投王爷所好，我已经想好怎么做了。可王爷老是问我巫医大叔的事儿，他又那么聪明，要是继续待在王爷身边，我怕是瞒不住了。手帕还你，你到底有多少条一模一样的手帕？你这是要去哪儿？进宫。待到这儿了。嗯，过锁呢？秦洛安这个老不死的家伙真是越来越猖狂，他如今都敢这样欺负你了，我要去给你报仇。胡闹。那我也是奉命胡闹。姑母知道我今天到，专门托人把信送到城门口等我，让我务必要去宫中参加查验。我本来是不想去的，现在又想去了。站住！王爷，王爷，让他进来。王爷，怎么了？我的过锁不见了。哦，过锁不见了，何时发现的？就刚刚我收拾包袱的时候发现过锁不见了。怎么突然想起要收拾包袱了？我想回家。我做遴选我又没有通过，而且我的工具都没了，在这待着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想回家重新做好工具，练好手艺再来。你没考上啊，王爷，你这可就偏心了。景逸那种混球你都能当宝贝捧着，这姑娘这么诚恳，一看就是可塑之才，还能比景逸差了？出去等我。没事的啊。我现在有事要出去，你且再回去好好找找，若还是找不到，一会儿吴江回来，你把发现过锁不见的经过细细告诉他，他自会帮你找。哦。
丫头，别总想着找玉面判官，你在这世上找不到他的。你要是有想说的话，有没人听的时候，你就看看这只坠子，对着他说说，就当是我在听你说。我一定会好好收着他的。我相信咱们的楚楚啊，一定能成为最好的仵作。嗯。另外，你一定要切记，千万不可以。我记得，我记得，绝对不跟任何人提起您的事。我一定好好学手艺，当天底下最好的仵作。我一定会找到玉面判官的。嗯，无意大叔，我不应该再待在这儿了，可是没有过锁我走不了，而且我也不想走。长这么大，他是第一个肯让我验尸，肯相信我的官了。我想跟着他当仵作，可是他总是问坠子的事情，连您的画像他都可以画出来。武艺大叔，您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呀？我该不该继续照景大人说的那样去做？我身上恰好有他喜欢的，那为什么我要走他都不留我，还让吴将军帮我找过锁呢？楚姑娘。吴将军。听连翘说你找我。对，我的过锁不见了，怎么都找不着。王爷让我告诉你，他说你会帮我。嗯，行，那我帮你找找。嗯，不过还请楚姑娘先随我去趟石界堂。去石界堂？对，王爷有件事情要拜托你。拜托我？王爷是要留下我吗？萧锦瑜还没有到吗？回禀皇上，方才有人来报安郡王已经入宫了。参见安郡王。周将军在此等人啊。神策军中突发急务，需向监军秦公公禀报。是昨夜神策军中有将士突染瘟疫暴毙之事。这点小事都惊动了安郡王，末将惭愧。瘟病岂是小事，神策军乃是皇家禁卫，此瘟疫发生在神策军中，若稍有不慎将此疫蔓延到宫禁之中，岂是你等所能担待的。安郡王教训的是，末将深知姿势挺大，昨夜此事一发，便严格按照军中规定将此人拉出城外，先焚烧再深埋。周将军办事如此利落，也难怪秦公公对周将军宠信有加。尽忠职守而已。安郡王，安郡王早先还说公务繁忙，这会儿竟就有闲暇过问一个小兵生病的事儿了。这处理公务的速度实非常人可比，老奴佩服佩服。不过安郡王啊，这神策军可不归您管呐。安郡王慢走。安郡王慢走。
事情都处理好了吗？您放心，人我已经烧了，虽没来得及烧成灰，但也没留下一寸好皮。臣萧锦瑜拜见陛下。臣来迟，请陛下责罚。陛下，诸位大人烹茶已毕，请陛下品鉴。错，陛下，臣有一事请奏。嗯。啊，陛下，冯尚书生前甚喜茶道，而今猝然离世，臣等与他同朝多年，哀思尚且不及，可安郡王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带着一个女仵作搅扰冯府，昨夜竟还火烧冯府灵堂，险些将冯尚书遗体付之一炬，如此行径如何执掌三司？还请陛下明鉴。陛下，昨夜臣也在场，安郡王是奉旨前去冯府致歉，碰巧有些误会罢了。哪来那么多误会？冯府上下那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可昨夜安郡王也险些丧命火场了。叫他过来。安郡王，请吧。陛下，昨夜怎么回事？昨夜确实是有人蓄意纵火，详情臣还在查。不过若非臣带去冯府致歉的那名仵作不顾性命地保护住了冯介的遗体，许多真相就要灰飞烟灭了。韩尚书执掌刑部，克己奉公，随时随地皆保有身为刑狱官应有之警惕，而且对臣这位上官亦不盲从，实为大唐社稷之福。你能体念下情，更是社稷之福啊。臣也有一事请奏。有人染瘟病了吗？楚姑娘是怎么知道的？这些都是接触那些感染瘟疫病人时做防护用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那边发过瘟疫，县衙里派人挨家挨户交过。我想起来了，昨天那个徐掌柜逃跑的时候，就是被一个拉着染瘟病死的尸体的马车拉出城的。没错，里面那具尸体就是当晚随着马车被拉出城外烧焦的尸体。眼下长安城中尚未传出有人感染瘟病的消息，所以王爷想让姑娘帮着查验一下，看看这具尸体是否真的是因为感染瘟病而死。可是长安有那么多仵作，王爷为什么要找我啊？王爷说如果连楚姑娘都验不出这具焦尸的死因，那眼下长安城中就没有仵作能验得出了。王爷真的这么说的？王爷这么信得过我的手艺啊？王爷还说了，虽然这具尸体被烧焦了，但是并不是毫无危险。如果楚姑娘有丝毫顾虑的话，那可不必。没有顾虑，没有顾虑，我验，我当然验。
秦鸾在。朕方才听安郡王说，昨晚神策军中有人染上了瘟疫。回禀陛下，确有此事，不过老奴也是刚刚才知道的。陛下请放心，那个染病的士兵的尸体已被及时运到城外焚烧深埋了。此等大事，只处理掉一具尸体就算了事了。神策军是负责宫中禁卫，若不清查彻底，一旦疫病流入宫中，流入官署，流入长安各市房，你担得起吗？陛下请息怒，老奴这就去让他们。不必了，朕刚才已经下过旨，着令吉无畏配合太医署立即封闭神策军军营，昨晚运送尸体出城之人全部隔离关押，待十日后根据军中情况再议。老奴失职，请陛下降。行了行了，你去军营盯着防疫吧。楚姑娘这边请。这是什么地方啊？王爷交代了，楚姑娘若是定要些工具才能检验，就在这里挑些顺手的将就一下。哇，这些都是用金刚打造的呀。对了，吴将军，我还想问问，这回我能剖砚吗？王爷跟我说过，长安的仵作若没有准砚批文是不能随便剖砚的，否则就会被判罪。这是王爷行过官印的准剖批文，王爷吩咐了，这回楚姑娘想怎么砚就怎么砚。另外王爷还请楚姑娘自行填好砚石单，待姑娘砚罢，在下立刻就要给王爷送过去。嗯，好，吴将军你放心吧。那姑娘请便。今日三思阁中唐兔姑娘惭愧万分，启蒙见恕，此案颇有蹊跷，验时切记做好一应防护，平安为要。小锦瑜，臣在。你护冯界遗体有功，但那是你职责所在，待仵作惊扰冯府也确实你思虑不周。这样吧，朕听人说你精善分查之道，你就在这儿展示一下，若果真是名副其实，朕就算你功过相抵了。是，请陛下容臣稍作准备。臣献丑了。素闻安郡王笔墨丹青乃当时一绝，竟不知还可做这茶上丹青啊，
将四世风光收于这小小的茶盏之内，真奇哉妙也。今日托陛下的福，臣真是大开眼界呀。宫里虽也有巧手之人，能做出这茶上丹青，但与此相比，真如小儿游戏一般。小锦鱼，你这匣子是什么宝贝？作何之用啊？臣不敢欺瞒陛下，此物原不是设计用来做分茶之用，只是它有助于茶水充分接触，一搅茶生沫，臣便临时取来一用。啊，那它原本设计是做什么用的？取证。取证？臣查一段玉，时有遇到需分析污浊之水以求线索的情况，若只是任由他自己自行静置沉淀，往往耗时良久，而击凶时机稍纵即逝。臣发现，若是将这污浊之水旋转震荡之后再行静置，便会大大缩短这一过程。因此，好了，别说了，朕的胃口都被你说没了，真是的。金宝，赶紧扔了，皇上说倒胃口。且慢，冷月。臣女冷月拜见陛下。好久不见，这冷家的小丫头又长大了。朕方才听西平公主说，今日你也要进宫请安，朕已着人替你安排了席位，起来回话吧。谢陛下。陛下，方才听闻有人搅了您的胃口，冷月不才，想帮您把胃口再搅回来。哦，你也会分茶？雕虫小技而已，而且我也用不着这么多劳石子，只要一块茶饼、一壶沸水、一只海碗，还有一把剑就够了。不过，要是陛下您看得开心，可否许冷月讨个赏？好，谢陛下。吴将军，吴将军放心，这个人不是得温病死的。你说不是得温病死的？嗯。王爷，如何？楚姑娘，你验明那具尸体的死因。我原谅你了，既然你觉得我是那么厉害的仵作，那我就不走了。死者男，年约30，死于2日前，全身焦黑，肌骨蜷曲，左腿胫骨劈裂，右侧第3根肋骨折断，刺穿肺部，口、鼻、耳道深处有残余血迹，他是受外力折断肋骨，伤及脏腑失血而死，并非感染瘟病。真是名难得的好仵作。王爷，卑职刚才在来的时候，看到太医署和金吾卫带人围了神策军的军营，声势大得很。卑职要不要把楚姑娘的检验结果告诉太医署呢？不必，让他们清一清神策军的污浊之气没什么坏处，况且我还需要他们这镇长替我名正言顺地关他们些日子。哦，对了，王爷，还有一件事，楚姑娘问过所的事情，卑职该如何回答呢？拿给他吧。拿给他。就说在他先前住的那家客栈找到的。王爷，那他要离开三法司呢？不会的。
哎呀，好，甚好，真不愧我大唐将门之后。谢陛下。那我的赏赐呢？赏，你说吧，你想要什么？陛下，我想让孙明德给我牵马在大明宫转一圈。好，朕赏你。谢陛下。先生，锦瑜略有不适，在此休息片刻，这就回去。昨夜封府之事，多亏先生斡旋，还未来得及向先生道谢，多谢先生。这，此处唯有你我二人，你实话告诉我，你昨夜带人去封府闹了一通，是不是去验尸了？不敢欺瞒先生，我确实带仵作验尸去的。这些是那仵作不慎落下的验尸工具。你呀，你是有权过问一切刑狱之事，可冯界之事圣上有旨在先，你还敢胡来？多谢先生。哎，锦瑜知错，我这边有一事要告知先生，不日我将启程离京，去西南黔州。去黔州？去黔州做什么？莫非是萧将军？大哥一切安好，我是去寻找父亲的下落。圣上准允了？圣上定会准允。你要去西南寻父？是。多年来，家母从未曾对臣提过此事，直到前日臣才知道，家父母中所葬，仅为一夫一官。家父当年在西南遭遇逆党毒手，下落未明，只因前去剿灭逆党的秦鸾等人带回了家父的随身之物，便认定家父已经遇难。臣以为此事还有可疑之处。什么可疑？臣昨夜在查京中一桩命案时发现，竟有人一直在搜寻家父的消息，似乎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家父。有人在寻找萧恒？什么人？臣尚未查知，不过这些人行迹诡秘，绝非善类。臣希望可以在他们之前找到父亲，查明其中蹊跷。此既是臣掌管刑狱事务的分内之事，也是臣身为人子应尽之孝责。你远赴千里之外寻一毫无音讯之人，你有几分把握？但凡有一丝家父的线索，臣都愿意倾力一试。难得你有此忠孝之心，既然如此，朕就成全于你，准你去西南巡查此事。谢陛下成全。臣还有一事禀奏。孙公公，奴婢能留下还没感谢你。你看你，哎呦，你看你这。孙明德。奴才在。陛下，把去年升州进献的那件云锦披风拿来给安郡王。是陛下。西南多山，朝暮寒凉，别疏忽了自个儿的身子。多谢陛下。起来回话。说吧，还有什么事？陛下，臣已查实，兵部尚书冯介，还有上月上报意外身亡的户部主事刘运，黔州静奏院静奏使卢传生，皆是被如归楼豢养的杀手杀害的。什么？此案案情错综复杂，臣已将详情写入奏本中，请陛下过目。杀手为何要杀罪三个人？杀手所杀不止三人。还有谁？去年末，臣整理一年来
京中各类案件时发现，京中官员的意外死亡人数比往年均数高出了近三成，便觉其中蹊跷。直到昨夜查明冯介死因，再翻查这些卷宗，才断定其中有多宗意外死亡的案件是这伙杀手所为。这伙杀手是何人指使？为何要对朝臣下此毒手？他们也非全部针对朝臣。臣又翻查了近十年来京中所有有关意外身亡的案件，发现上至朝廷官员、皇亲国戚，下至家奴仆婢、舞姬歌女，他们其中都有遭如归楼毒手的，且彼此之间毫无联系。不仅如此，如归楼内还建有一处地下密室，密室中藏有大量的监视记录，其所涉范围甚广，几乎遍布长安。这是什么意思？如归楼只是在做生意，表面上是酒楼的生意，暗里是收钱杀人的生意，再暗里还有贩卖线报的生意。许如归不过是一介商贾，在长安无根无基，能将这样的生意在天子脚下悄无声息地经营了十余年，其背后必定有靠山。而令臣更担忧的是那位花钱买刘月、卢传生和冯介性命的买主。说下去。陛下请看，这是黔州铸的铜钱，怎么了？陛下，这一枚是官铸的，这一枚是私铸的。私铸的？前日臣在西市一个黔州商队处偶然间得了几枚黔字印的私铸铜钱，便着人留意了一下，发现如今长安集市上流通的货币中有近两成是这种私铸的。碰巧臣考选仵作时来了一名黔州的仵作，他随身的钱袋中竟有八成是私铸的。不错，遣返方至极为精妙，只是成色有几分差别，几乎可以乱真，这又怎么回事？黔州必定是有人在做私铸铜钱之事。刘月任户部主事，主管事务里就有铸钱一项。正是，臣推测这便是刘月被害的原因。卢传生黔州进奏使，是负责黔州与朝中事务往来的官员，若黔州存在着私铸铜钱之事，就该由他来报知。还有冯介，他去西南巡查军务，回京当晚就遭暗算，他的巡查机要朕都看过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他是否真的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在也未可知了。陛下，兵、钱、消息三者异常皆会于西南一处，臣斗胆推测这买家所图甚大，恐危及大唐西南安定。宵小狂徒，不自量力。陛下，臣昨夜搜查如归楼时，许如归夜已逃离，并将密室大量监视记录销毁，残留的记录中偏巧留有家父的一份，似是有意引臣追查此事。既然千般头绪皆会于西南一处，臣打算将计就计，明里寻找家父的下落，暗里查查西南异动，引买卖两家一起出动。未免打草惊蛇，臣恳请陛下将此案内情暂不公之于众，待臣厘清此中真相，擒获两方贼首之后再行结案。好，调查此案之事上朕与你便宜行事之权。谢陛下。对了，严明一案那凶手畏罪自杀之后就没了下文，可是也与那西南有关。臣还在查，朕就把西南百姓的安危交托给你了。此行西南恐怕危险重重，可需朕加派人手随行保护。陛下，此行前往西南是以寻找家父下落为名，若随行者众多，恐怕会惹人生疑，反落凶险。臣恳请陛下准一人与我共赴西南。何人？大理寺少卿景逸。我问你啊，啊，为什么安郡王会突然想起寻他父亲？哎，还不是因为那个仵作姑娘。哼，哎呀，我摸了摸他的来路，
在长安各方他都没有瓜葛。以后啊，你跟他接触要多加小心。这次安郡王西南之行你也得去。我去干嘛呀？我在长安还有事儿呢。怎么，你还惦记着那个冷家的丫头啊？我告诉你，这次西南之行只要安郡王跟圣上开了口，你啊不去也得去。爹，你觉不觉得这个姑娘是驸马的人？为什么这么说？这姑娘除了有驸马和公主的定情石坠子之外，还有几卷传奇故事。据王爷说，他这个传奇故事里面的案子都是按照驸马之前办的案子改编的，除了他和驸马之外，就您最熟悉这些了。传奇故事？对啊，里面有个叫玉面判官的。玉面判官？景兄有话请讲。驸马爷，你一个月之内办了数桩大案，我可听说有人在背后管你叫判官了。人称我判官，这说明我这御史做得刚合格，何时有人称我为铁面判官，才说明我这御史做出点门道来。铁面判官，我看悬。何出此言？你拿酒杯照照，哪个不长眼的管你叫铁面判官？要叫也得叫玉面判官，要不西平公主也不答应啊。景兄，你这是拐着弯的调侃吗？原来这名号还是您起的。当时我就是一句戏言，我说这话的时候旁边也没有别的人，如果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的话，那就只能是驸马本人。难道驸马现今人在黔州还活着？双